2015年3月31日，星期二。今天不是假日，看起来西头游客不多。今天先从入口处右转，走翠虹桥，先到大学池。缺水严重，河船都是干涸的。松鼠出来要食的，觅食。幽静的林野，鸟声啾啾，遥相呼应。整片姑婆芋长得非常的肥壮。大学池站，电动接驳车。大学池永远静静地躺在这儿，送往迎来。春天的溪头，遍地野花。离开大学池，走幽静步道450公尺，前往草坪区。这条步道果然幽静，人迹比较少。步道的铺设不符合人体工学，
感觉上上坡还比下坡容易呢？幽静步道的西边是观景步道，比较长1100公尺到达草坪区。前面就是草坪区，今天两班车都是塞得满满的，没想到到了溪头这里，游客却不见得拥挤。眼前陈列的这两株应该不是漂流木，席地而卧，自有一番潇洒。游客就地午休，仰望空中走廊，空中走廊入口处靠近神木的落石区，往年常常有摊荒，新建一个便桥，与落石共存。人群在这里看什么呢？服务人员在捕蛇。
走走停停，东看看西拍拍，到达神木已经下午一点。下午一点三十分，从神木步道走回程，1400公尺。这里是一片笔直的竹林，有如著名的掰开太极。静竹幽静，陶渊明的境界，皆如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一群群的学子们从事校外教学活动，23分钟已经到达西陀桥了。时间还早，意犹未尽，拍拍野餐区的众生相。拍个导览图。今天的妖怪村没有往日的喧闹，没有活动。我等一下会在妖怪村。这一次真的大家是自己掌声的，很主动的掌。广场集合，也就是你们一开始出发那个地方哦，赶快赶快带着你们所有的观察的人，还有你们的亲朋好友。